台湾旅游有两种，第一种是过夜，对，然后有一个，就我看在奇怪那个休息证，休息还有两个小时的休息啊，休息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是什么意思？那我就塔提亚娜，你笑是什么意思？休息啊，塔提亚娜想休息啊，休息就睡午觉。对，可是韩国的休息是通常是四个小时，少在那边啊，两个小时干嘛？结束不回家？我刷牙都两个小时刷完了，太短了吧？你不能把大便的时间都也要一个小时都要加进去，然后洗澡也洗一个小时，哇，长在那边，对不对？这你的习惯是擦乳液一个小时。真正的只有15分钟，没错，你这样搞啊！时间呐，金鼓面那个都干掉了，眼泪泪水，他说是泪水，会出火啊！泪水都干掉了。今天来宾跟我们的新住民的状况这么好啊？对啊，好棒，好开心，好喜欢，好开心啊！我在那个调查当中，两个小时真的是够吗？我在每个男，没有啦，我们几乎都是对在加时啦，对不对？想听我们对啊，我都是三天两夜起跳。加油！对，他是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是休息吗？我这个颜色休息，你们。三天两夜，什么啦？好不好？我们我是离家出走了。我们让他第二来讲一下。我为什么刚刚笑？因为他说在日本是两个小时，是吗？韩国那我们还是比较厉害，因为我们两个跟四个小时都没有，就是要住一个晚上。哦，好厉害啊！